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老板见过面了。那时候就很想拍，这里的一个环境啊，因为我觉得新加坡这些景点呢、啊，都变成是世界级的。So I think it's good that let people know， 那我们也可以帮助新加坡。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样的概念之下、啊、，Resort World 也应该跟电影来结合啊。不过我知道你们的生意也不错了啦，可是如果结合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我觉得现在新加坡因为国家小，那么制作费呢受局限了，所以我们能拍的比较不同的题材很有限。对，你要拍 action 你拍不到，你要拍古装你也拍不到，你要拍 period film 也拍不到，你要拍你只能够有剩下言情片啊、文艺片啊，那么就是从生活里面呢来创造一些故事。我觉得就是说每一次呢的挑战，就是说你一定要给观众呢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。那么你就是每一次，我每次都会有一个自己的 checkback system， 我会说，哎，我这场戏，它到底卖点在哪里？它这场戏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看？哦，我想要不断的这样子的自我检讨了，那我们的这个戏种呢才会一直创新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志祥 Jack Neo。那么我的电影呢，2月1号呢就全岛上映了，记得到戏院呢支持。那记得要锁定了 Resorts World Sentosa 的Facebook page。